还是其实你是女鬼，你要抓我做交替我啊？才不是嘞，因为季抓节你到干了嘛啊，啦？这个季节到了，所以要去海边啊，不是吗？然后嘞，游玩回去就好游了嘛。一次看看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，你不要抓我做交替哦。我还怕你抓我嘞，不你行打不哎、欸。了，对啊，不我离开行，就，好我离奇开就。怪。那怎么办？你是面具拿不出来是不是？没有啊。那你只是想拿掉眼镜而已哦。对啊。那怎么办啊？屁股。没事啦，算了，走吧。好吧。你啊，大概我要去带你哪里？去。我刚刚听到有人说要包糖果，你包过糖果吗？糖果是什么啊？我听，我没包过啦，不过我听就觉得是坏坏的东西呀、啊。因为刚刚我们不都坐车子吗？他们就在聊说什么包糖果，然后再卖，然后包糖果才要小孩子跟残障人士哎、欸。我刚好看到残障人士跟一个小女孩，刚才有碰到，在送货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都有比中指啊？不是，我在调我的喉咙，我怕我讲话你听不到。好好你有好，没有看到这个垃圾桶？有，啊，蓝色的那个大的哦。哦。哦，这不是垃圾桶。是回收桶吗？这可以吗？要干嘛？搬一下。哦，不行，小的没有，我们去找大的。隔壁有。为什么要放垃圾？你不是想吃东西吗？垃圾桶里面有吃的。有啊，刚刚给你的三明治就是那边拿来的啊。哇哦，哎、欸，好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怪，那个是人家餐厅刚刚拿出来的，是新鲜好的。哦，我不吃，拿来给你吃哎、欸。你看起来什么？是不是在偷摸我的头？我先来翻的，你是不是故意让我摸？有故吗？你有意翻到啊！吗？有没有面包了？你是不好，是偷摸我的腿我啊？刚刚明明先弯腰的，你自己把腿靠过来的。对面，我怎样？我刚刚真的先翻的哦。我觉得我们可以靠这个为生。我刚刚想要就是卖面包，便宜卖，你懂吗？难怪有外送茶对，所以刚刚你是不是捡到说什么面包150那个东西？因为面包原价好像是175，冤枉啊！什么东西？可以啊，就无聊我们就来一直捡垃圾啊，不捡垃可是圾，我穿白的，你我等生活下穿去白的。换一个衣服好了，我怕弄脏。好啊，哇，都没有，走吧。走啊，绕一下，你要换衣服还是先绕一下？继续弄，等下再那个看到再换进衣去哦，服。好啊。你是不是怕又被误会，所以你又站那么跟我摸不一样边？对啊，我怕产生误会。为了你好，也为了我好，没事没事。没事啦，没人看见啦，刚误会解清就好啦。怎好，么都是保特瓶走走啦？走，你再找一下，肯定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啦。这个有吗？这个也会有啊。这个这么大。他如果再没给我，我就找下一个。好。
保特瓶。三明治。哎哟。跑不动啊。大垃圾桶比较多。那边。我说是不是巷子里的大垃圾桶会比较多？对啊，海边感觉都是那种小小的啊，小小的就只有保特瓶。哦。对。那么弯进去下一条，这边有两个。对啊。虽然我觉得送货，你看你送一趟1000块嘛，很少哎、欸。不是，你刚是骑摩托车，摩托车是300、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卡车的话是1000块。一次1000啊？就一包货啊。哦。因为卡车载的东西比较多，一次送比较多。好。然后我想说，如果真的要赚的话，也是开卡车，然后直接买了。也比搬这个还快啊。你要在，我跟你走，跟你走，跟你走。好。右转。啊？欸，你要哪边？这里。好。这边，这边。好臭哦！那些都是蝴蝶。哪有？你骗人！啊、你当我没有看过蝴蝶、哦？你真的是没看过蝴蝶。我看过蝴蝶。我刚刚应该要买口罩，刚没买到。为什么要买口罩？面具店有卖口罩啊。哦。哦，晓得晓得，嗯。我怕狗咬我。欸，快跑快跑！没事没事没事。还有哪里？这边逛逛咯。我怎么开那么慢？哇哦，辣妹！我一定要买一台跑车来捡垃圾，气死！买跑车捡垃圾，右转右转，有个大的。对啊，怎样不行吗？可以啊。下班了，我回来了。好。为什么卖糖果要一个老人跟一个小孩？我们刚刚在车上是猜测啦，就是。小孩推轮椅嘛，推那个残障的轮椅，然后把毒品放在轮椅下面。哦。对啊，这样警察就不会抓到了。哦。要不要回面具店啊？我要买口罩。好。好。哎、欸，左转。真滴臭！哪会？你没有闻到酸酸的吗？我闭气。咦、欸？都保特瓶，我会饿死啊！那我给你一点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用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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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认真。你会饿死，你会比我还早饿死。我是可以吃保特瓶长大的人。地板，地板。你捡啦，我可以吃保特瓶啦。没事，快点啦。我小时候练过啦。快点啦。要不要吃保特瓶给你看？有你是不是男人呐、啊？走了走了。哇，凶欸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刚刚有翻过吗？没有吧？哎、欸，
一排的欸。小的，你要翻吗？好吧，我，你屁股不要对着我。我没有啊。好。你有翻到什么吗？保特瓶，你都没有翻到吃的，对啊，欸，很扯欸。你运气好哦，像有了不太三明治，好。三明治，我还亏我还教你这个，结果我自己拉惨。欸，这边好多垃圾桶哦。小的只有保特瓶是不是啊？哇，可乐加保特瓶欸，第一次翻到欸。我要跟着它的味道走，要跟变态一样，变态哟。哇，看完了，你刚趴下，完全找不到你。我没有趴下啊。我弯腰。我先回去骑脚踏车，你放我赶快过走啊来。走啊走啊，好了好了。我也想念变态啊，那看下次看到变态会讲变态哟。走吧，面面具店。走啊走啊。哎、欸、小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叫他？我这不，我要怎么称呼你啊？哦，好，你是不是怎那？么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不啊？是，我不知道怎么称呼，因为小蜜桃名字是三个，有点不顺啊。就是小蜜桃啊。为什么我一直看着你按刹车在骑车啊？没你有看到你后面有车胎吗？有，我看你后面也有车哦，胎。好吧，那又是大家看的不一样啊。到了，等一下，打不了你吗？打不了。好了，走吧，我们去哪里？要带你去。去垃圾多的地方吗？好啊。我看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有点远哦，2公里哦，我们就慢慢过去吧。你等我一下。好啊。我总是坐中间啊！我了解，
们只要等下次了。这是真的没办法，我保证我会狠狠的报你。你会说中文哦？走吧。好啊。这边。这个有翻过吗？什么？我说这个有翻过吗？慢慢看。这样翻会不会无聊啊？可是我又不认识别的人，我也没有朋友。可以去认识一下。欸，好多人哦。去哪里认识哦？我们刚刚工作的地方，打工的地方就很多啊，不然就是医院或警察局吧。好啊，那走吧。你要去哪里？随便。选一个啊，不要随便嘛。医院好了，看看有没有人去看病。好，走吧。好啊，你是想比看谁先到吗？没有，我在调角度。What the fuck, dude? 其实有最快的方法欸。站起来吗？不是，就是我把你打昏。什么？我把你打昏，叫救护车来救你。不行啦！这不是更快吗？不好不好。他当真哦？去送货没有？是怕他无聊，因为我真的想捡垃圾为生。你有发现你是不是有时候快有时候慢？对啊，因为你的体力不够。哦。对，你的小米手环啊，有个黄黄的东西，那就是你的体力。我看到了，我现在超过你啦！哎、欸，你说什么？哎、欸，你说什么？真的是不怕被我超车欸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快？左转啊。欸，等一下，要骑高速公路欸，等一下。
我要追上他嘞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为什么啊？他让我吗？我又没有了。我来了！他好搞笑，我就让他很多了。要走哪边？绿灯，绿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在冲啊！好笑。哎、欸，不能挡人啦，没品。你自己卡到我的轮胎。拜拜。不行不行不行。拜拜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很快很快。左转左转左转，不要骑在马路上。左转啦。笑死！你有听到这些声音吗？救护车的声音，所以等下救护车医院会很忙。是啊。我猜的啦。啊！我骑。欺负女生，我哪里欺负？我哪里有？这个可不可以发？可以啊。我翻不了。你要瞧，你要走到正面吧。什么都没有。走啊，我们进去里面啊。好。你还在吃东西哦？你翻垃圾桶吃东西，你不是鞋子臭？真的，你如果。你有压力，干啥子、啊？一个星期以上就会了。这两个干啥子啊？哎、欸，你们两位是谁啊？没事，进来看看而已。没事，他妈不要打医院，把医院当市场在逛啊！对不起。没关系啊，学长，说不定他们想要买纪念品。纪念品，土豆一颗吗？哎、欸，但是不是那个十岁那个？这边有纪念品、哦。他不是，他不是。哦。听起来很像。没有，我记得这边有卖 OK 棒啊，所以想说进来看一下、啊。那个商店在那边，请自备。没有，你们刚刚不是突然叫我就停下来看你啊？哦，了解了解。哇，干，医院那么凶啊！好贵，我不要买了。对啊，我们去翻，用翻的就好。那个，是我有一个比较便宜的方案啦。啊、可是大家可能都会听。留我们医护的电话，然后找医护包扎之后。那我们要不要去聊一下？因为我哦好。有需要我再来啊！就职完之后就上班到现在，不会，对啊，拜拜。我觉得，可是至少医院里同事很多嘛，你看人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他帮我包扎，收我600块。哦。为什么又变500了？你被骗了。好坏。干医院那么凶啊！那我们下一站去哪？等一下，医院也太凶了吧？怎么跟我想象的医院不一样啊？不知道。一进来就是他妈的，不要把这边当市场。走啊，我们去车库看看。好。哎、欸。我很快。他
他是小朋友哦，故意等他，我很快。我先到了，你输了。我刚等你，回头你就跑掉。走了。哎、欸，先生，你刚刚有搭计程车吗？哎、欸，你不要骑我的脚踏车！你是谁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哇塞！骑我的脚踏车！兄弟，怎么称呼啊？兄弟，你好，我叫阿嘎。阿嘎是不是？对，我是陈浩南。哦，你知道南啊啊？脚踏车。陈浩南啊，你应该有听过啊。我之前在香港办了那个凶杀案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有没有搭过计程车？哦、是你啊？没有啊。东兴耀阳就被我杀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在这边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看这边好多人。哦。不是不是，我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丑，我叫林佑。小丑。林佑嘎，好，稍等一下，阿嘎哈，稍等一下。小丑。看到这个面具就叫我小丑。我看一下啊。啊，你不是说你叫小丑吗？没有错，看到这个面具我就叫小丑。四七二一零六。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吗？你是不是那个什么蜜桃的？他叫小贺。我是狐狸精，我是狐狸精啦。哇塞。哦，你那个狐狸龟。狐狸精，啊，大阴精，不理他，我翻我的。你谁叫我？我是小丑。哎、欸，他刚刚讲狐狸精声音就很好听啊，所以他现在这个声音是装出来的、哦。没找到工作，叮叮，叮叮。有人说我神经病，看我这句吧。啊，有个穿红色衣服的，还有一个巨乳少女，他们很奇怪。没有啊，有人乱说话，要教训一下。什么？有人乱说话，要教训一下。辣椒人啊，对，他说吃太多辣椒才会这么。那个巨乳少女是谁啊？哎，巨乳少女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哎，哦，第一次啊。对啊，他叫狐狸精。不要乱说话。狐狸精啊，这个干嘛？这个干嘛？为什么要指着我们？没有啊，辣椒人，脱下你的面具啊，不要再被鬼附身了。啊，你是谁？辣椒人，我好了啦，辣椒人。好了，辣椒人，你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阿嘎，所以在这里的话，都是要流行戴面具吗？阿嘎，没有，你不要跟这两个疯子一样。这两个是疯子。哦，这两个是疯子啊。哦、那我知道了，对啊，你注意一下，我这个，哎，怎么有枪啊？哎，你说这个、哦？陈浩南，但这个怎么会有枪啊？报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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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、欸、有枪是可以的？报警！报警！报警！我有合法枪支执照啊！你这样不能说话，不能报警啊！我什么时候报警了吗？黄衣服兄弟，还没报警了吗？还没。报警！报警！怎么会有枪啊？这里好乱，我们赶快走，赶快走！咱们这里好乱。是啊，你也是刚刚的乱源之一啊！哎、欸，他们要走了，要我盯着他。哎、欸，你带我走，你怎么有车？上他车，对，上他车不准拉走。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报警一下，哎、你们，哎、欸，报警哦，报警哦。你还好吗？啊，好痛啊！你要不要去看医生？不是，你怎么跟你的朋友这样乱来啊，小姐？什么？我的朋友根本不认识他。他把我撞我他叫什么名字撞的腿都受伤了，我的那个鸡眼都被他撞出来了。撞破了？什么是鸡眼啊？鸡眼，脚趾头那个硬硬的皮啊，他把我撞破了，好痛、啊！你要不要我扶你去旁边？你在马路上躺着很危险、哦。不是，我现在动不动要来，你搀扶我一下。哎呀啊啊！快点啊！等一下，我脚有点痛，你等我蹲下好吗？等一下。蹲下，蹲下就蹲下啊！快点，狐狸精！哎、欸、，Hello， 怎么？狐狸精，
你是小花吗？小花。哦，看不到，帽子太低了。啊，怎么骑这个？啊，想说没钱买车，先买个脚踏车。哦。护士姐姐，她说她脚上的鸡鸡很痛，不是鸡眼，帮她看一下，帮她看一下，你帮她看一下，她说她鸡鸡被撞破了，鸡眼不是鸡鸡，要不要带她回去医院看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小姐要跟我一起去，因为她的同伙把我撞伤了，把我没有撞破了，根本不认识那个小丑先生，你可以问他，这位香蕉皮先生看到的，他一直都跟我在一起，对啊，行动。对对对，所以他不认识那个小丑啦。在一起啊，我们一起去找东西吃。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吗？要去医院检查、啊，可以可以。可是我被撞，我没有先报警啊，我没有钱付那个药费、欸，我刚来这个岛上。你是哪里受伤啊？我的脚趾头有个鸡眼，被刚那位那个辣椒先生，是不是？他叫小丑吧，跟我说他叫小丑，哦、小丑我发现他听不懂人话，我就叫他糟老头。他是 JT，、哦、就刘德华，把我的那个鸡眼撞破了。然后不是这个小姐说的鸡鸡，包扎一下，可是要收500块。500，哎，那你可以给我借我一点钱吗？你可以先把他带去旁边吗？这边是马路，超级危险。小姐，你等下帮我付一下好不好？可是我帮你有什么好处？你刚刚还诋毁我说我是神经病。我跟你讲，我是陈浩南。哎、欸，回来了吗？你只要帮助我，你只要帮助我一次，我会永远挺你一辈子。这次你帮我了，我没有问题。你以后有问题、啊、直接打电话给陈浩南。哎、欸，东东，他说他叫陈浩南，他说我帮他付钱，他就要挺我一辈子。没有问题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可以吃吗？挺吗？挺 ，I got your back。我听不懂英文。我永远在你后面。你在我后面干嘛？支撑你啊。你为什么要支撑我？我好好的啊。你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可以帮助你。你要帮吗？还是你要等你送医院了再说？小姐，拜托了，拜托，我真的，下次还你1000，拜托。算了，当我比较衰好了，你单子开我吧。谢谢我的妈，谢谢你。警察先生！哎、欸，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！哦、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！对，我陈浩南，你先开我吧，我们去旁边开。我的鸡眼被撞破了，被刚一个老先生撞破了。刚刚一个穿红衣服的小丑面具的撞他。红衣服的老先生在哪里啊？他戴小丑面具啊。狐狸精小姐，我讲了，你有看到吗？看到了。好好好。哎、欸，小姐，你可以帮我跟警察就是提供一下证词吗？我超多人姓陈哎，撞破我的鸡眼。我只有看到一个红红的。哎哎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回来了，抓他，抓他，把抓他，抓他，抓他！把他起来！他用车撞我的鸡眼。不是啊，他们有点问题啊。我刚刚只有看到一个戴小丑面具的人，撞到了而已。Hello。Hello， 是闲着麻烦手我就把手举过。双手举高、欸。小蜜桃过来一点啊，有危险啊！我要离开这里吗？闲杂人等借过。你问他们呐、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什么都不知道。陈浩南来。夹车夹我。去医院一趟，然后陈浩南就跑到我的车旁边，自己被我碾了过去了。我头也很痛啊。啊，就是你就突然到我这边，然后你就车子发动的旁边本来就很危险了，你就跑掉了。我没跑掉啊，那是小丑。你 K 到他，你为什么没有停下？小丑就你扮的、啊，这位小姐姐可以作证啊。你刚刚就扮小丑，你车到了，你都还没脱面具啊、哦？没有哈，就去医院一趟而已。不是，重点是你 K 到他，为什么你没有停下来看一下？没注意到哈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那你要带他去医院看一下吗？啊，换你，我才刚从音乐出来，换你进去了是不是？还医药费支付啊？刚刚有帮我包扎了。医药费了，医药费多少钱？给我500块就好了。这样你要不要查一下这台车是不是他？我身上只有45块。然后他刚刚有拿枪威胁我。查一下，把枪拔出来，警察先生，他有拔枪。没有拔枪，但是他晃动他的枪，他恐吓我这个香港黑帮。那是我胯下。
胯下有一个庞大之物啊！检查看看，检查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乱摸啊！不要乱摸啊！不要乱摸啊！我没有看到他有拿着枪、啊。赃车，那赃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还是赃车是不是？晃动，不是指人晃动、啊，晃动的枪。这台车是赃车，我刚刚查出来。挥舞着，这台车不是你的、欸，你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。布拉德特罗尔，好，布拉德特罗尔 ，nice， 很好，你的名字不错。那个小树，把他带回警局，欸欸我把他脏车拖掉。为什么这样就带回警局了？你偷脏车啊！脏车也要带回警局啊！自己配合啦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怎么后座？啊，他500块给你了吗？没有，他说他要给这位小姐姐，小姐姐先帮我付的。哦，我先给你好了。要给这狐狸精，对。他没有钱，他怎么给我？你过来一点，局长是要先，警察是要先给你啊。我叫那个布拉德特罗尔，这是局长。谢谢。我陈浩南永远不会忘记你今天救了我们狐狸精小姐姐。我不叫狐狸精。啊？那谁？刚刚有人叫你狐狸精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啊？我不叫狐狸精，那你叫什么？我叫小蜜桃。小蜜桃？我姓汪。小蜜桃？对。汪小蜜桃。汪蜜桃，小蜜桃是哪一？啊，那个谁啊，陈浩南上车，我们一起回警局，这样吗？哦，好的好的。南哥，很高兴认识你啊。我们骑过去啊。我要去哪里？我们骑过去啊。在那边等就好了。他医药费两万都给你，你们彻底全部的在。谢啊。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哎、欸。他说你在这边等。我不要那个钱可以吗？我不想浪费时间。那我们去警局讲啊。卵子。哦，真的是你哎、欸！你今天卖完面包了。对啊。小东，你怎么还在骑脚踏车？没钱啊，现在车好贵哦、喔。你可以跟我一样买计程车，就算你不载人，你也可以代步啊。计程车蛮快的、欸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没事吧？有，刚刚吃土了。你是阿嘎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好，那我叫我的计程车出来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。阿多一，你就当什么？然后，计程车多少啊？哎，计程车多少啊？1万5。哦，好，好像可以买。好啊，我等下再买。你上车看看，蛮快的其实。啊，四人座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只是，哎，等一下。你再试试看。只是有点丑，是真的。不会啦。哎、欸，你小心点，警察在附近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感觉很快、欸有。有速度，有速度的。有。好、啊，不然等下去买一台好了，这样捡垃圾也快一点。哎、欸，现在医护都这么凶哦。现在我知道哎、欸，鬼，我觉得鬼岛的。公职人员都蛮凶的，不是，刚刚只是进去医院看一下就被凶了哎、欸，这个你他妈的不要把这边当做什么的，哎、欸，局长都会那个，局长都会特指宣我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欸、小蜜桃，等他打给我。啊，你在这里啊、哦？我想说你去哪里了？我好了，我送你们去兜风了。你们想去哪？我刚想说你在跟人家聊天啊。你也不跟我讲就跑掉，我有讲啊，没有听到。哎、欸，好啦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好，哎、欸，这边计程车先生，他叫阿嘎。你有在计程车转吗？现在计程车都自己喊价哎、欸。什么意思？你载我，你说1000就1000哦。对。对，可是你也可以，你可以说不要啊。对啊，你也可以说太贵了，就可不可以便宜一点？上车会先问价钱啊，如果你觉得太贵就不要了。啊，我们有时候也会看交情啊。这样、哦，你可以先加他电话、啊。吗？有啊有啊。那你可不可以载我们一起去开计程车？开计程车？你要买计程车啊、哦？认识很多人呢、欸。哦，你是说我们在车上跟陪他一起是不是？对啊。哦。可以聊天。可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，我刚买计程车而已，我还没有 po Twitter， 怕没什么人知道，我都路边说，哎、欸，有人要计程车服务吗？哦、我帮你讲啦，你就开，然后 我跟你讲，你留二八分，我二你八，你可以留个纸条在这边，懂吗？哦、留纸条好像也不错哦。对啊，我刚刚有在，就是我们
物流中心那边有看到有一些纸条。什么是物流中心？我们刚刚打工的地方啊。哦。小蜜桃也有去打工哦。有啊。我赚了一个、两个、四个吧，我赚了四个300块。拜拜拜拜。四个三百块，你是骑机车送哦？对啊。哦，那也是很辛苦哎。他不敢开大车啊。会坏掉。我这台那个啊，这台计程车就是开货车赚来的啊。那么多。对啊，可是也是送得很累，他送货送到我快睡着了。哎、欸，他南北跑很奇怪、欸。对啊，有的时候要经过，就是到最右边了，那到最左边，然后到最左边又到最右边。哎、欸，啊，你有没有碰到一个小女孩、一个残障跟一个男人啊？我知道他们在卖不好的东西。他们说要给我糖果，找我一起去卖糖果。不要！你知道那个糖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那个糖，他们说叫鸦片糖呢。鸦片糖。对啊。啊，他们塞在烟里的那个、哦。他们之后被通气啦。他们之后又说那个叫什么鸭肉糖，那个都是那个志龙在教唆那个十岁小女孩卖毒啦，那个不好。可是我看到很听那个妹妹的话、欸，他都带那个老人博取同情。那个没有下半身的啊、喔。对啊。哎、啊，你怎么都知道？你是不是也去卖过？没有，他们刚刚就在车那个、喔、那个物流中心那边要卖，被我们一群人制止，然后报警。哦。哎、欸，等到人了，不好意思、欸。出来一点，出来一点。哎塞。好凶、喔。他怎么那么凶？怎么凶成这样？赶投胎吧，而且他闯红灯加速、欸，哎，要报警啊！没有空理他，他一整路都甩尾过去的、啊，真的。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普通的工作啊？我也跟浩南这样讲。哦，哎，那你知道那个如果……哎，医生啊，问一下哦，会怎么样吗？哎，请说。你们医护都这么凶啊、哦？就是、如果被抓到会被罚钱。啊，你说哪一个、啊？刚刚一个带一个光头啊。光头有病啦。刚只是进去就被凶，还就只有他那么凶吗？你确定你要载我吗？八二分。我们还有躁郁症，带那个小东一起啊。好啊，可是这样只能接一个客人哎、欸。就不能就只能一个客人啊。好，走吧。哎、欸，庞克头的哥哥，要不要计程车服务啊？不用，要不要一起搭计程车？你们这样就不能接客人啊！聊天啊，医护人员要不要回医院啊？他车在对面吧？哦，你哦，真的。好。那我们去物流中心看看。好啊。等一下哦。你车技好吗？哎、欸，那台车好可爱哦。对啊，小绵羊。不是，那台车上面的人好可爱。哦，傻眼。哎，你有闯红灯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好好好，好恐怖哦！会不会一个闯三个被开单啊？不会吧，跟他甩那一下应该可以吧？那要交给你呢。对，我们就交给小蜜桃了，真的。可是这样子很危险，要是他不喜欢我这款呢、欸，怎么办？啊，他难道喜欢我们两个这款的吗？哦，好吧，对不对？难道？走了。那要看呢、啊，因为我记得警局里面有一个女警，才一个哦。对啊，那个就要叫个小东西，你比较会撩妹啦。屁啦，我没有不会的，我比较。哦，小东你很会知妹哦。那我请问我知道你吗？嗯，没有啊。他刚刚偷摸我大腿。你屁啦，哦、我刚刚先弯腰的，你自己把腿靠过来，这样说我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同时捡垃圾，他就偷摸我。我刚刚教你，然后我先示范给你看，你就把腿靠过来。我想说他给了我一个三明治算了。哎、欸，摸错了、哦、我刚以为那是排档杆，抱歉。哎、欸，告他，我帮你报警。我刚刚有看到，没有啦。这样很危险哎，我去坐后面好了。来，你坐后面、啊。这样怎么载客人？你坐后面啊，坐后面。哎、欸，坐后面，你刚刚才说小东会摸你大腿。没有，那是刚刚。很危险。好，坐前面好。好，我前面，反正我要跟陌生人坐哎。我会晕车嘛，我坐前面。这个女生好，好麻烦哦、啊。哎，等一下我找你进医院看病哦，等一下感冒。
啊，那个上面那个，哎、欸，你走错了，你走错了，不是这条路，不是这条路，不是这条路吗？不是、来不及了。可以啦，逆向一下。好，逆向一下。对，我们用倒的，用倒的，用倒的，用倒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啊，被抓到，马上往前冲就好了。哎呀，哎，你这台上前后看起来都一样啊。那我应该怎么走、啊？左边，左边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桥下。嗯，直走。第二个红绿灯右转。看一下附近有没有警察。第一个。好，没有。因为我有认识一个，他说他改卖改那个拖吊，右转右转。他改用拖吊的，右转啦、啊！你去哪里啦？哦，这边不能上去哦。好像可以吧？你上去看看啊。这是谁啊？你说他买拖吊车吗？对啊。就是如果有一些要拖吊的车，可以找他。哦，就是车子坏掉了。对啊。那感觉一单也是要价不菲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都没有人呢、欸。人嘞。有纸条哎。你看这边发那个啊，也要叫发传单。对啊。我觉得很需要啊，有些人可能就是车子放在这边需要车子的时候。啊，我想到了，可以去找谁了？找谁？那个浩南刚不是去警局吗？他出来之后一定没有交通工具。走啊走啊。好。哎、欸，这城市姓陈的好多、哦。那我姓林。我已经碰到陈小春、陈小点、陈小东跟陈浩南了。陈小东的城是尔东城吗？尔东城啊。哎、欸，我以为是何城城呢、欸。不是啦，我跟那个谁姓林，那个有一个女生叫什么？我好像一个林，不是吧？杰一，好像叫哦林杰一哦。对 对, 對，林杰一好像是做护士的。他今天面试成功啊。对啊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入境的那个有一个竹竿啊，他就没有过啊。他没有过，很可怜的、欸。因为我载他们去的啊。哦，你开什么载他们去？哎、欸，院长哎、欸，哪里？那台啊，那台脚踏车啊。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吗？院长，你要不要上车啊？淋雨哎。院长不要淋雨啦。雨下很大哎、欸，上车啦。我终于找到有个地方可以让我躲雨啊！原本要跑回去医院啦、啊。院长，你要回医院吗？带院长回去吧。啊，不然去前面看你们要去哪也可以啊。我现在没有上班啊。好。是医院院长哦。啊，对啊。他刚跟我们上车那个危险驾驶，你记得吗？啊、危险的车啊，你有印象吗？开到地铁的。对啊，地铁那个导览车、啊。怎么有人把送货的车开来这里啊？ Oh. 哇，下雨嘞！不知道浩南还在不在里面呢？我去看一下。院长。院长。咋地啦？你今年几岁啊，院长？25。你看起来那么年轻哦。看起来年轻的十几年，看起来年轻，你在讲什么？因为院长不是都老老的吗？不有啊，因为这里的医院连人都没有，所以我就变成院长了。哦，所以你们还在收人呢、哦？现在只挑精英了。哦，浩南不在了。哇，那我们走吧。局长想要去哪里？院长啦。啊，回医院啊，回医院就好了。好。给院长、啊，这样你要算几多钱啊？100行不啊？哎、欸，院长，院长，咋地啦？你们员工有一个光头很凶哎、欸。啊，你说那个什么米酒是不是？啊，好像是哎、欸，胡米酒嘛。啊，对对对。我们现在计程车有三个啊，一个是竹竿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点点呐、啊。我们都说计程车无论远近起跳是600，啊我600，啊院长算你便宜，打5折300。啊，300还合理。好，300，工资打折吗？不啊，下大雨啊，提亮一下。对啊，啊，我帮院长出啦。院长，那个是谁？你又会唱卡拉 OK？ 有什么唱卡拉 OK 啊？这个车上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点歌服务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唱首歌？哎、欸，后面有些唱歌不是自助加目标啊。哦。点餐吗？院长要唱歌了吗？哎、欸，唱歌有没有打折 啊？你会唱什么啊，院长？院长的家乡在哪里？家乡是浙江。浙江啊，有没有什么浙江的家乡歌？哎、欸，
后面这个是。大什么后面？那你会唱什么歌？哇哇哇啊，中文歌可能可以，英文歌也可以。那你唱，你唱你最拿手的。没有，没有什么最拿手的，最近好少在唱歌啊。为什么？那你可以从现在练习，从现在练习怎么唱啊？哎呦，他好啊！哎，你好坏啊、哦！你他娘都在干啥子嘞？我操！计程车虎口，这台太大了啦！计程车虎口走了走了，绿灯了绿灯了绿灯了。你要不要靠边停？跟他 A 100块。他没有想来的感觉，他是怪怪的。他停了，他停了。他娘的，是不是嗑药啊？我操！他我看他叼，我有看到他叼了一根烟哎。去跟他要一两百。被反要被反要钱啊？不会啦，问他，哎，先生。他是不是？先生，问他，你问他。哎，是不是想跑啊？他是不是跑了？他是不是开那台车啊？干嘛？怎么啦？你要不要赔一下司机200块？怎么了？因为你靠到他的车，你看我的左，你看我的。好好好，因为他的车灯坏了。